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夏天要去哪里避暑呢？如果你不是那么喜欢户外运动的人，百货公司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哦。百货公司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可以逛，还有很多美食甜点下午茶哦。我们今天来到新竹市南雅街新竹大鲁阁南雅广场，来雅尼克果子工坊喝下午茶哦。雅尼克最有名的就是生乳卷了，他曾经创下每十秒钟卖一条的亮眼成绩哦。蛋糕名店雅尼克插旗新竹大鲁阁南雅广场，我们今天利用假日的午后来这里享受下午茶。这里的菜单都是饮料茶点，蛋糕甜点需要到前面的柜台去点餐哦。这里都是雅尼克的周边商品礼品，每件商品都经过设计以及包装，美美的放在展示台上面。我们到蛋糕柜台前面选今天要吃的甜点。我们之所以会喜欢吃蛋糕甜点，主要是它的滋味是相当的甜美，再来被它美美的外表所吸引着。你看这么多美丽的蛋糕，你是不是每一种都想要来一块呢？店内两台蛋糕柜摆着满满的蛋糕，简单的木质柜台加上咖啡机，店内红白色系加上墙壁上大图输出的画布，让整个空间简单而有感觉。大片的落地窗还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哦。下午茶就是要这美美的蛋糕搭配着茶类或者是咖啡，跟好朋友聊着天南地北的琐事，在这里聊天凉爽舒适，而且可以节省家中的电费哦。雅尼克提供给客人舒服的用餐环境，在这里吃完让人觉得幸福的雅尼克甜点之后，还可以上楼逛逛哦。今天新竹大鲁阁雅尼克工坊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各位会喜欢，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帮我按赞及分享哦。新朋友可在下方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